今天给大家画一幅葡萄啊，下面就是鲜花叶子。蘸水，蘸水，底根蘸水，画藤。从右上先上，上去再下来，注意用笔啊，侧锋逆锋，点点胎点啊，三尺的纸呢一次照不下，所以呢往上挪了挪，完了接着画叶子啊，从右中间上去以后再回来再下来到这儿，笔根蘸水，笔根蘸水，笔根蘸水呢就慢慢就淡下来了。注意叶子组合，两个叶子是吧，三个不要平行，继续把藤往下长，给它穿过来，继续穿，这是小枝，小枝穿过来，这个主藤
可以出去啊。穿枝的同时呢，看看叶子哪还不够再补补，这边可以再补一遍叶子。小的细节啊，好，差不多，下面放葡萄珠。画葡萄珠注意啊，就是说我们今天画的这幅是木葡萄啊。首先呢，笔上蘸上啊不算太浓的墨，稍微淡点的墨，笔尖呢蘸清水啊。下面开始画葡萄，先画次要的一串啊，先画次要的一串，那么在这儿画。这边是主要，这是次要的。注意啊，葡萄不要画得太大，画完笔可以蘸一下水啊。再蘸水，来把它画成一个品字形。画成品字形啊，这可以再往下再蘸水，这样呢边画边蘸水呢，色彩是越来越浅，把它组合一下，再蘸水。注意中间留这穿藤的地方，穿这个葡萄的小枝，给它留出一个位置来。啊，有浓有淡，要做到就是说，葡萄一般是上边大，上大。啊，到底就小了，注意啊。好，一串葡萄画完了，接着再蘸淡墨，把笔舔干，啊，笔尖蘸清水，啊，画下边一串。下边串是主要的啊，但是不能画在中间，要画在中间的偏右一点啊。沾水，啊，它的高光不要留得太大。把它捏下来啊，注意这儿一个主枝穿下来，再蘸水。对，这一个组织出现了。好，差不多了啊。这葡萄它要有造型感觉，这段少一点，那边多一点。多的地方呢，再加。多的地方再加啊。
注意这高光的地方不要留得太大，太大的时候就像个窟窿。咱们上面再画一点葡萄啊，一共是三组葡萄。上面来画一下，意思意思就行了啊。蘸水，来把它的形态稍微画出一点来。我们就是看葡萄是最底下这点是最耐看的啊，滴里答啷的啊。我一串两串三串三组葡萄，下面呢就是说再有点长在叶子里边的葡萄啊，长几粒丰富一下，这也可以来几粒啊，长在里边了。哎，好，我们注意这叶筋啊，摸一摸，半干的时候，快干的时候勾，下面勾一下叶筋啊。注意勾叶筋的时候，拿一个啊，狼毫笔稍微硬一点啊，笔尖带浓墨。我们根据叶子的浓淡，叶子深呢，墨就要浓一点啊。现在这个注意勾着叶筋呢，要手法用力，带着劲儿的啊。现在呢，黑呢看不见，等干了以后呢，就看出这个筋来了。
把这个葡萄的珠子给它穿在一起啊。略微浓一点的墨啊，它有一个走向，你看从这儿过来到这儿，这一串给它穿起来啊，这边它有一个走势，下来，下来。这边一串啊，看不见就算了啊。这一串从这儿过来，这儿上面看不见了，从这儿过来。注意啊，把这个葡萄的点一下。果脐啊，果脐底下的点底下的，中间点中间的，边上点边上的啊。好，再把这个这藤是吧，这一块太平稍微点几个，太一点儿，下面的花这底下这点呢，这底下这点呢，这还没点呢，这底下这点再飘过一点藤来，画的时候先在试纸上试一下这个干湿啊，它有些小的东西啊，啊，这边比较单调一点啊，可以啊下垂一点小枝子。这样就丰富了。嗯，都完了以后呢，现在我们看这叶子是一片一片的啊，都放完以后呢，使这个非常淡的墨啊，非常淡的墨啊，非常淡的墨，不让它显得太鱼啊，点一点中间空，点一点，点一点，非常淡的墨啊，点一点就是丰富了。你说是叶子啊，就是比较虚的东西，因为咱们刚才画的它前面实的啊，叶子是实的，画点虚的呢，那就有虚有实了。好，这张画基本是就这样了。下面把字提一下啊。